买了这款带磁吸的象棋，再也不害怕弄丢了，磁性超强，立起来都不会掉，棋子和各线都非常精致，还送的有象棋入门指导书，它既是棋盘又是棋盒，收纳很简单，经常下象棋的孩子大局观非同寻常，象棋不仅可以提高孩子专注力和智力，还可以让他们远离手机。咋不玩了？说假期让孩子玩烟卡好还是玩象棋好，经常下象棋的孩子大局观非同寻常，象棋不仅可以提高专注力与智力，还可以让他们远离手机，买了这款带磁吸的象棋再也不害怕弄丢了，磁性超强，立起来猛甩都不会掉，棋子和各线非常精致，送的还有象棋入门指导书，它既是棋盘又是棋盒，收纳超级简单。满洲日象周天举州自如炮反燃，买了这款带磁吸的象棋再也不害怕弄丢了，磁性超强，立起来猛甩都不会掉，棋子和刻线都非常精致，还送的有象棋入门指导书，它既是棋又是棋盒，收纳很简单，经常下象棋的孩子大局观非同寻常，还能提高专注力与智力，远离手机和烟卡，弘扬中华文化。马走日，象走田，举走直路炮翻山。这个象棋配色是真酷啊，磁吸是立起来都不会掉，刻线和棋子刻画的非常精致，棋子还带有内核，它既是棋盘又是棋盒，收纳更方便，听说经常下象棋的孩子大局观非同寻常，假期别老让孩子玩手机，陪他一起学着下象棋吧。